喺我身邊咧就係 Wyman 同埋傑仔，你哋好。Hello。係啦，咁頭先咧就多謝你哋一齊參與我要起飛嗰個主題曲嘅演唱啦。嚟到依一個活動啦，感覺係點啊？我今天的感覺是很開心啊，很興奮啊，因為今天看到很猛烈的太陽，同埋有看到很燦爛的笑容啊，即係好似我哋咁樣。我覺得咧成個氣氛是很開心、很熱鬧的，所以我今天唱得係好享受的。我見你頭先都好 high 啦，係啊，傑仔咧。我嚟到嘅感覺梗係好 fresh、好清新啦，因為大家都係青年人，好多唔同嘅年紀嘅層啊，都喺度一齊為我哋嘅青少年啊，為我哋嘅歷史、我嘅文化打氣，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好清新、好 fresh。頭先咧，你哋都見證咗個魅力書畫嘅揭幕啦，就係盛福水油畫嘅場啦。一見到個揭幕嗰下，哇，係點樣感覺？我覺得嗰下係好震撼啊，因為咧我未見過咁大幅畫咧，成埲牆之後又有曬啲幕啊拉曬上去啊，之後又有音樂啊，有年青人啊，有跳舞啊，有音樂啊咁樣一齊做咧，成件事好震撼喎喺我面前。我覺得幅畫好靚，因為好有意思嘅就係咧一千人好似逐格逐格咁樣一小小部分砌埋出嚟咧，就變咗大圖畫。咁我覺得咧好似一個每人少少嘅力量加埋咧，就是、一個好似好團結、好靚嘅一個火花出嚟。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有意義嘅活動。咁同埋咧呢個活動係我要起飛、我要高飛嘅主題。咁我就覺得啊，其實每個青年人咧都有佢想做嘅嘢。咁只要咧其實捉緊你少少嘅希望，捉緊少少嘅堅持，咁其實咧都最尾可以做成一幅咁靚嘅圖畫。多謝你們的參與，希望下次活動再見到你們。好，拜拜。